离恶行之过失，离烦恼之污染，咱的心已经呢贪嗔痴慢疑完全去除，因为法入心啊啦，咱了解了啦。外面一切世间人事物、虚妄假象，那咱已经脱离啦，所以呢，离恶行之过失都无阁有遮个过失咯吼。那离烦恼之过染，就烦恼诶过染嘛，已经呢未阁伫咱诶心起来，这都是一定诶，爱甲法真实入心，才有法度呢。 化除了外面纷纷扰扰啊，人事物等等的烦恼吼，所以咱必定爱去清净心啊，咱的信心嘛爱去清净啊，爱知影信心啊，真正是，那有一点啊的偏差，可能咱的差好哩。 是潜力，所以正者信呀，咱所信的爱信正法，清净的心去掉烦恼，咱爱靠着咱这点的信心。定定甲大家讲啊，信为道源，功德了啊，重用一切诸善根，咱。 一切的功德，爱将咱自己信，那有自己正信的心呢，那就会定定成长了，咱真侪的智慧吼，重用一切诸善根，所以咱的信啊，乃当真清净的信，那么咱的心啊。 迄个正法正念，时时伫咱诶心灵，免来有啥物，互外面诶境界诱引呢？所以啊，这不杂烦恼心啊，这名叫做正心。 文殊师利法愿，经，替我管托来。 徛落我地主啊，请问这位是？我是文书。啊，文书是文殊菩萨。 地主供养文殊菩萨出家，地主有事可请吗？是啊，地主要求文殊菩萨教我如何解脱心中的苦。你会有苦？ 是因为情念太深重了，你要学习放下。情念深重，学习放下。你要重新振作，莫再日夜回想过往。这人如果被过往纠缠， 完你的未来，八十殿中是为不敌啊！将时间与心思用在有意义的所在，好好思考如何对这世间有好的作为啊！你的生活有目标性，你才袂一直沉沦在迷失中啊！ 哪会安怎拢无去想到？生活若有目标，才袂沉沦在过去着，难以释怀。这真是伊已经失望着你。感谢文殊菩萨点醒，感谢文殊菩萨点醒，文殊菩萨点醒，文殊菩萨啦！菩萨，文殊菩萨，文殊菩萨，文殊菩萨。 原来拄则是文殊菩萨来梦境中现身，来点化我。文殊菩萨啊，你反太是有如是呀！这一点心啊，是如春。 感恩你的智慧点化，弟子也仰慕你的高深智慧，依法上庄严。若能有你的智慧，相信弟子就会深入佛法的奥妙啊！这佛法好汉呐！ 众生，伊是我一片诚心，只求文殊菩萨能再次现身，赐予弟子徛落我应有的大智慧呀！要以文殊菩萨为名，为证功德来回向，互你母亲能安心往佛国家。我要敬邀众生办法会，这真是感谢你啊！行了。 恭敬合作，所以讲啊，总讲一句，你对阿爹做，安尼就对啊啦。是，因为阿爹是最虔诚的佛弟子。你真有福气呐！哈哈哈哈哈哈！ 更加清醒呀！对我来讲，迄就是大智慧。如你呀，也你可知？来，你看文殊菩萨的法相啊！若是真正有这一天，为夫人亲见文殊菩萨的一面，求得文殊菩萨赐我智慧。哈哈哈哈！啊，爹是真正就是福慧双修啊！喜祖，你来咯！啊，是，叔父喜祖，我看你如此的敬仰文殊菩萨，着我想起这经典上的一段记载呀。哦。 愿闻其详。经典中有写，文殊菩萨也是孩童之时，伊就真有慧见啊！曾经独具慧眼，认出佛道的方法，而且合掌恭敬，常用佛道的法相。 因此，会当得到诸善业，一生由诸善佛为伊说法，以地得道。徛如是主，你如此的敬仰文殊菩萨，无定着，你也能获得大智慧的因缘呐。 多谢师父加言上情，我乃苦苦反复，不甘与菩萨的境遇相比。但愿会当得到菩萨救处，智慧清净。师父，听了我今天有一丝清晰。师父。 师父，外面有真侪人讲要见师父，要见我，是发生什么代志呀？唉，师父，既然有事，徛落我就不敢再挑了啊！老六就先来去看卖吼。唉。